这首歌呢，是我们三个人一起用主语共同创作的一首歌，然后有卢凯语，有台湾语，有阿美语，然后我们这首歌主要是在讲，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原住民的文化，然后我们不同层次的认识，然后可能有就是离乡背景的，或者是就在外面读书，然后回到部落，然后去学习的，或者是就是与文化脱节的这种剧情，然后都把它写在歌词里面。然后最后就是在这首歌里面，我们是正向的鼓励我们彼此，就是不要怕回去部落做任何事情，然后从事文化的时候都能够有很大的力量这样子。然后为什么这首歌会叫做达乐乐呢？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要用台湾语还是阿美语还是卢凯语去诠释这首歌的歌名，所以我们就干脆用我们的团名，就很像那种首张同名专辑的那种感觉啊。可是他不是，他没有发 EP 啦，就仅止于在这里唱这样子。对，然后今天就是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首歌。然后我们要对一下，对，因为这首歌，因为我们用今年用这首歌去参加那个原贝大赏，然后今年在新店，台北新店。那就是因为我们前面一个三个人一起合音的东西啊，今年一开口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不会上，你了解那个哈，所以我们可能稍微让我们对一下哦，因为蛮尴尬的，合不到的时候。好像大声，偷偷然后麦克风都射得到。没关系啦，我们还是很自然的呈现啦。那如果你觉得那个音很不是好像很到的时候，可能那也是一种技巧，你就稍微接受一下。好嘞 ，OK。Gadu lang asa unang
其实这首应该没有那么慢。哦，怎么第四首？对，有点太沉重。那这首歌因为三个组一起去做这首歌，所以它的歌词特别长，我们用 A4 来说好了，好不好？哦 ，A4， 然后段落24，哦，然后还用那个窄版的哦，总共要5页。所以我在想，我们没有入选也是应该的，评审应该是很累看我们的歌词，而且要三个组的评审在才可以挤评审这首歌，而且没有重复了，对，没有重复这首。那首。